用翻同一個位置，用第二部航拍機繼續去搜尋失蹤嘅航拍機 Mini 二。咁而家就飛到落去樹林底裏邊，繼續每個地方仔細地睇清楚。因為你見到喐啊喐啊，咁就會變咗有啲立體感啊！啲樹枝其實就唔同高度嘅，你咁樣望埋咧，好似壓縮埋同一個平面，其實就每個平面啲樹枝都唔同嘅。如果我飛過落去，飛過落下邊嘅，咁但係飛過落下邊咧，因為始終都係冇一個簡單嘅定位啦，咁即係用目視嚟定位，同埋冇咩其他 sensor。咁如果 sensor 遇到樹枝都分別唔到噶，只係可以用目視鏡頭嚟分別佢嘅障礙物。咁如果有一個朝天嘅Mavic Mini 3嘅新機出，佢嘅鏡頭可以指上頂咧，咁我落咗底，我可以指住個頂，慢慢升翻起部機，避開啲樹枝，用目視，唔係用一個 sensor 去避障。咁我呢度。在呢個航拍喺呢個失機位置，我已經就喺度飛咗都成十幾分鐘嘅啦。咁有啲片我冇剪落嚟，咁但係一定要知道佢跌咗落邊一度。咁如果知道落去，因為要探測到佢幾深咧，其實好難，因為你而家就冇一個距離幾深嘅個深度，其實都係斷估，因為佢層層嘅地樹枝唔同嘅，你飛落去咧有機會咧係扣住上唔到嚟嘅。咁我其他嘅大位我飛過落去。咁就上翻嚟嘅可以，但係都係好驚險嘅，好驚險啊！隔離師兄睇到，哇，好慾緊，我見佢喺度咧，哇，大聲叫，哇，好危險啊！跟住我話唔怕嘅，你定啲先，你唔好嚇親我。咁我就繼續落去嗱，依度咧就近住水邊嘅，咁我就喺呢個位置繼續用翻佢先前俾我嘅資料，飛行嘅路徑模擬緊飛行嘅路徑，撞咗埋，差唔多撞埋去喺呢個位置裏邊。再繼續揾，你見到水邊嚟㗎，呢度一跌落去就水就冇得搞㗎啦。咁而家我再飛入啲睇一睇，睇喺邊個位置，會唔會喺樹上邊，或者係掛喺樹，或者喺樹底？有時掛咗喺樹上邊㗎，真係㗎。咁就真係冇辦法啦。呢個位置我就已經係因為嗱好簡單，因為你冇深度，其實都係用壓縮成個平面望埋咧，你可能唔係好清楚個深度喺邊一度。呢度大家就要注意小心啦 ，OK。